球，0-0。好，我们来看决胜盘的争夺。在一号球台的比赛呢，来到了决胜盘的阶段啊，是目前场上唯一啊还在进行的一张球台的比赛了。两个人在打法的特点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这种速度比较快，然后反手比较犀利，正手呢又是衔接的比较快，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非常重要，谁能够把状态打开。两个人的比赛一定会先围绕着反手这条斜线啊展开争夺，谁能够在反手这条线先站定，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发挥出正手的威胁。而且刚刚也给大家说了，发球轮次啊非常重要，对于两个人来说。第一局的比分很焦灼的来到了7-7。这一分周雨的控制很好啊，控住了林高远的正手短，然后紧接着拧拉到了直线的位置，速度非常的快。两个人反手的对抗确实很精彩啊，都是快速的这种上手的能力，一旦形成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不能过多的眨眼啊，因为速度太快。第一局的争夺非常关键，
来到了9-9的比分阶段。关键的分数上，我们看9-9啊，林高远还是把握住了自己发球轮次的机会，而且形成相之后，这种出手很稳定，同时也搭配了一些加旋转的处理。11-9，林高远拿到了决胜盘的第一局比赛胜利。请双方运动员继续比赛。第二局比赛，林高远发球，0-0。第二局的开局后，两个人还是围绕着速度在进行争夺。这是一分连续的快速相持，感觉两个人现在形成到快速相持后啊，尤其板数越多，其实我觉得对于林高远来说会越有利一些。6-3。现在形成了多板数相持当中，周雨也是积极的在变线。
变换落点侧身。嗯，这个球其实周雨是变在先的啊，在落点上来回两个底线大脚去调动，但是呢拉到林高远反手位这一板的时候呢，质量没有完全的加出来，所以被林高远直接去强压了一板直线。两个人比赛的速度和落点啊变化都非常的大。8-4。重发。在发球轮次的阶段，林高远自己的发球抢攻现在做得很好。几乎都可以在每一个发球轮次的阶段呢形成有效的得分。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4-10。11-5，这样的话，林高远拿到了大比分2-0的领先。谁在意男这么帅呀？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1-0。0-2。但林高远还是坚定的在速度上想要去发动的更快，这种出手还是想要从速度上压住周雨。来到了第三局，林高远在上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失误的情况，那反观周雨呢则是一直在以稳为主，这个速度虽然没有提得很快，但是在每一板的相持上都在积极的去加旋转。
2-5。漂亮。这几分周雨的节奏不错啊，你看反手突然加一板质量之后呢，也是在正手的衔接上动作没有很大，快速的快带。逆旋转发球直接得分。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尤其在发球的过程当中，陈斌还是尽可能的要去保持安静的状态啊。周雨在领先情况下连续被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的情况，分差被缩小，及时的叫了暂停。好，暂停回来。再次形成相持，形成相持后，周雨一直在造弧线啊，但是呢，我们看林高远没有退，也是一直在盯着上升期再去卡节奏。哇，好球啊！两个人反应的都非常的快，这一板周雨的台内调打非常的不错啊，神来之笔。不过呢，林高远这种下意识的这种回防。跟进的也非常的快。好球好球好球。其实刚刚这种很耐心的去卸力防守，然后有机会再转正手加质量的战术，在第三局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周雨在用。来到了关键比分上，我们看林高远也是采用了这样的战术啊，先是贴了一板，轻贴了一板之后把弧线带起来，转到正手再去提速，非常的精彩。这一分林高远是在发球段想要寻求一个抢攻的机会，但是周雨拧拉的落点啊要更直一些。
哇，在处理林高远这个逆旋转发球的时候，周雨拉得非常的转，而且这一分真的是顶住了来球的旋转啊，狠狠的拔了起来。11-9，这样的话周雨扳回了一局，场上的大比分来到了2-1。哎呀，跑到时光去了。好，来看双方的第四局。开局后林高远就选择了底线长球，一个底线反手长，一个正手台内短，通过开局的两分发球直接得分。漂亮，两个人这个对反手啊，真的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如果你特别喜欢欣赏反手的这种对抗，同时呢又是偏爱这种速度的出手啊，看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赚到了。两个人反手相持非常的精彩。来到自己的发球轮次上，林高远现在就坚定的从长球突破，也是下定决心啊，想要和周雨在这种相持段去分一个高下。2-4，来看周雨的发球处理。这球林高远是算到了周雨发到半出台的位置，但是这个球稍微有一些拱，感觉没有完全的合上力。在一分的分差下，我们看林高远也请求了暂停的机会。那比赛当中呢，四张球台的比赛只有一号球台乐天体育集团和山藤明润的比赛是进行到了决胜盘的争夺，所以我们看从10点开始的比赛啊，进行到现在已经有3个小时的时间了。3-4，好的，暂停回来。5-3，再次形成到相持的局面。真的是看两个人对反手的时候，有一点看击剑比赛的感觉，因为速度都很快。在军事之间，这种得分啊，往往就在一瞬间将会产生。周雨的发球轮次，
还是想要以控短为主啊。在变换落点后呢，我们看林高远这一分盯得很紧，来到自己的反手位底线也能够撤开身啊。现在还是注意力很集中的，再次形成相持。这一分的相持球，我们看周雨在落点上是稍微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给到了林高远偏中线的位置上。7-5。拉起来，变线，6-8。转到正手后，我们看周雨的旋转一直给的很足，所以林高远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去卸这个旋转，就没有太好的机会去加质量，同时落点也不太好去控制出来啊。哇，好球！这一板反拉的非常的坚决。而且在被林高远控制到正手段小三角的位置上，我们看周雨是在拼命的去加旋转，因为知道对方在等着反拉，所以想通过去加转的处理呢，增加对方反拉的难度。但还是林高远的反拉很坚定啊。这样的话，林高远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周瑜也在一分一分的追赶。拉得很稳，依旧是在旋转上，而且落点始终围绕给到林高远的偏中线的位置。你看我们看这个球还是在给林高远中线和反手，中线和反手来回的调动，但是呢这一分林高远也是抓住了机会啊，看到这个球来到中线位置后果断的侧身转正手进攻，这样的话林高远也是成功的拿下了决胜盘比赛的胜利啊，也帮助山东明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双方啊进行到了决胜盘的争夺啊，3-2的比分，山东明润战胜了乐泉体育集团。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林高远也是扛起了队伍的大旗啊，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同时呢，直拍选手徐海东在双打和单打的两场上场的过程当中也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那另外的他们的对手呢，乐泉体育集团，我觉得今天